哎，时间是2015年8月5号，哎，快凌晨了，8月6号了吗？是8月5号到8月6号之间，那凌晨了。OK，午夜到凌晨。好，小四第一次用口述的方式讲化学的部分，这一点要先解决掉。化学这两堆啊，因为就在那个资治通鉴谱的上方，所以先移到这边来，到这边顺便做个整理。那除了那录音档呢？那录音档好几段化学我之外，就跟杰克一起录制。那这录音档呢，我没有影像。另外呢，这矿物学好像讲过，拍摄过一次，但是无声呢，完全没声音的。好，这第一次讲用声音。好，那比如说，哎，那原先呢，我的化学是那元素表开始吧。这如果以自己主动来学习的话，是从元素表开始。好，那一些有的啊，像那个矿石。矿石是重点之一啊，矿石，OK，是，这是矿石和宝石，OK。以前原先很多这简报基本上就被我扔掉了，minerals，看得到的化学名人传，这还属于科学史的部分呢。那由于比较严肃，就把它归到科学史那一堆去了，化学的不多，放到那边的。好，这是矿物跟这岩石的部分。好，开始来好好的对待这两叠书，我看都没有写矿物化学的部分。那好，这很有趣的这两册书就不讲了，诺贝尔奖了演讲集。好，开始来看看，哈哈哈，化学哦，好多简报，这是是刘广正，就是刘广定是那个是台大那个是化学系教授，他校订的。那这是第一本，我第一本最有趣的图文的化学元素的部分，化学元素，所以从元素开始着眼。那很多简报里面一堆，是 OK。好，过去。那这是最近这一季来的搜罗到底，当然是过期的，已经是别人不要的教科书被小宋当如获至宝捡回来，是阿伟的店嘛？Organic Chemistry 是有机化学，下面是。生化学，然后这个下面是有机化学，这下面呢，Environmental 是环境化，这下面那个是矿物科学 Mineral，然后是食品化学，然后那个牛顿的化学实验早期是很贵的，是8、900块1000块以上的，那过段一段时间被我从二手书店捞回来，好像那个苏老师的化学黑白讲欧北贡，那苏老师化学五册吧那一整套。好，这一叠暂时过去，好重啊！这一叠精华来了，哈哈，这一叠是啊，这还是苏老师化学黑白讲。好，那这个呢？哦，化学元素很有趣，萌化学，画成漫画了，是从元素开始，OK。然后这个呢是矿物之美，是。OK，能量宝石，这是讲到人文学的部分，是我比较有兴趣的这个部分。是那是，我讲一些有跟神话有关系的，是不同的矿宝石嘛，宝石背后的故事，比如说哎那个光明山那个是从锡伯族那边夺过来，就英国皇室的那个是印度嘛，是皇冠上最亮的钻石。光明上，Kohinoor 那很有趣，类似这样的神话，比如说，哎，被诅咒、被下过诅咒的钻石、血钻石等等相关的，很有趣。好，这化学是很早期的，1990年前后的，那时候爱因斯。好，周期表是很早期，这是时报的。好，这矿物学是当初啊，我大概25年前呢，我买的第一本比较有意思，就比较深入的那个的，但当然已经，但我时代很阴远了。那时候那基本上，那个状况，那个位阶停留在是很原始的阶段。而且现在的，因为学生都不看这种书了，就学校里面也不会教这个方式，所以更新非常多版了。是啊，很早期的，是蔡东进翻译。OK，是啊，这本本来我是在那个板桥那时候，新北市还没升格，是台北县立图书馆，在县议会旁边。那看到很棒的一本，就是这一本。那时候我想要引用某些作用的部分，那太多了。那后来在旧书上看到这本，哇，太棒了！钻石词典英文版，国家那基本里面都是原文的。国家当然是把它
倒影的，很多很有趣的，哇，很多掉下来了。说有些东西是人文的传奇归档在一头，什么东西是啊？哦，是个血钻石，是，玛丽皇后上的钻石，OK，这个东西，我去，是那分子博览会，相关的概要，比如说哎那个什么 stick 说多什么这什么很多很多不同比如说雌性化让大自然雌性化的那个环境荷尔蒙呢，很多东西，比如说哎那个是像可口可乐一些是secrets formula 就是秘方的那个是组成的那个就是秘辛啊等等都在这里都有讲到分子啊，它不基本上你超越的化学那个元素的范围，已升格到分子的部分了。分子是我们一般比较常接触到，那元素反正分析到最后，反而是比较属于理论性吧，是吧？像上帝粒子，OK，这元素图鉴还是上个月吧，是啊，OK，那时候说你有收集一些图像的东西啊，图像，OK，这个看到化学就更不用讲了，很有趣，是吧？好，那个好，这是奥利弗·萨克斯所写的。他虽然做神经学的，他是医生，但是他写这个是他回忆他童年，对不同元素的初体验是很有趣的。是那时候他还在二战当中嘛，那英国伦敦那遭受德国的轰炸，那时候是一轮大战呢、啊。是那乌斯舅舅啊，他的母系家族那边啊，每一个是长辈，他的长辈都是天才那。每一个舅舅用他独特的经验跟方式来介绍不同的元素，比如说这个 tungsten 的钨元素到什么叫做钨元素，元素很生活化的方式跟他讲解，他印象深刻，一辈子受用啊，是，这是奥利弗·萨克斯，是，乌斯舅舅，好，用化学史，这是韩国人写的，好像是繁艺出版社，是黄铁矿、鱼人金相关的一些相关东西，是不是很多？下面的部分属于矿物学的部分了哈。那决秀道我们上讲过，决秀道是日本翻过来翻成中文那个图鉴书，是算是国内比较完的，目前为止我所知道最完整的，也是从业余到专业的跨越两条界限都有的，都兼顾到的图鉴，很有趣。那里面讲到不只是不同矿物的重要的矿产的源地，不世界对不同地区。跟他一些在人文史上的一些是重要性，甚至讲到一些专业，比如说矿物内含物的问题，不同的元素组成。哦，是啊，周期表化学，OK。中国古代矿业啊，就讲到很多不同的，比如说那个是啊，那不同铜矿还有不同的重要的矿物，中国可能是那个什么自流井呐、啊，那个是。四川省的很多东西都在历史上很有名的，留下很多踪迹的。然后的话，都是影响到不同化学东西，影响到那个是战争的成跟败啊，是吧？矿，世界矿，OK，大概是这样子。OK，已经过了8分34秒了，OK，大致告一段落，化学到这边告一段落，OK。